안주나 이차 띠와추 꽁푸미엔 白鸽抱抱 DJ Soda 走出袭胸阴霾来台开球，职棒选手狂喜藏不住，要用手套遮。对着镜头摆出可爱姿势，他就是亚洲百大 DJ Soda， 凭着迷人脸蛋、火辣身材吸引大批粉丝。29号被乐天桃园邀请来当开球嘉宾。这 DJ Soda again 有求必应啊，请他来开球是对的。就连平常打碟的场合，他都会喝一口矿泉水，哎，摆好 pose， 哎咻丢出去给信徒们抢这瓶名副其实的 Soda Water。哎，混电音的他这次来台，还有朋友邀他一起去看卢广仲，哎呦，反差好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请真的邀请今天的接球捕手，冲撒曾仁和。适逢中秋连假，开球仪式欢乐无极。本是投手的曾仁和要来接 Soda 的球，哎，开心全写在脸上。Soda 起身，准备好了吗？嘘，完了完了，已经笑得满脸牙齿，要用手套掩饰激动了。漂亮，任务圆满完成，最后来个拍照环节，看起来是一个幸福的中秋节。哎，他入境随俗也有烤肉哦，只是水手退场时有点弯腰驼背，似乎举步维艰呢。难道说这就是幸福的代价吗？近年来 Soda 人气居高不下，先前才应到日本大阪演出，多名观众公然对他袭胸，登上国际版面。这回摆脱阴霾，请到 Soda 来为桃园开球，他也对台湾粉丝大声喊话：앞으로대만에서드라마나영화도많이활동할계획이있으니까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세요期待呀，哪次不期待？三立娱乐新闻欢迎常来台湾玩报道。